猎场。首先，动动册紧紧奉上，从隔壁芒果台内部借取来的猎场未公开的片段独家花絮。而一开始，他是这样的骗子：见证你们的成长，那是我人生之大幸。你们不发财，天理难容。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打鸡血，撒狗血，流鼻血，直到血脉粪张。后来，他又是这样的骗子。郑秋冬，这身份证是谁的？这人长得真像我。怎么叫挺像？这不就是我吗？我为了找到这个影子，费了很大周折呢。这个秦飞死了。我叫秦飞，从临桂的一个偏僻山村里走出来。你资料里的这个秦飞，除照片不同外，其他的都与我们这里前一个做连接科技公司的秦飞一模一样。是骗子吗？你是他的竞争对手派来给他挖坑的。你撒谎，弥天大谎。我进了公司以后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公司的事儿。愚蠢，小聪明加盲目自卑，我这样的人谁信任？商场失意，情场却得意。狐狸老胡同之面对可爱的女下属，力转卖萌画风也是分分钟啊。茶还是咖啡？咖啡。我这样看着自己的女下属是不是不太礼貌啊？不管怎么说，总要谈一场像样的恋爱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在大城市。竟敢泡老板，胆子不小啊你！老板有魅力，没办法。简而言之，老胡在商场各种努力打拼，最终成为了一名商场的猎头。他正义凛然地讲起大道理的样子，也是俗到爆。即便作为猎头的同行，我也要跟你谈谈竞技游戏的法则。你希望我戴着眼罩什么也看不见，就算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。我在牢里的时候过过这样的日子。可他已经践踏了公约准则，背叛了最大承诺，你还相信他对你做出的承诺吗？不要和走投无路的人一起在悬崖边跳舞，不是同归于尽，就是自取其辱。天热落，我家老胡如此翻天覆地的角色演绎，可以在我大芒果 TV 看哦，全网首播呢。너는 내 취향 저격 난 너 내 보면 가지고 싶어서